那你就不乐了。吃鱼。吃过了。我不想了。妈，咱做了吃鱼，你不说要吃鱼的吗？妈妈，我不听。哎呀，抖抖，妈喂，妈喂，等一下。挑鱼刺。等一下啦。他都要自己吃。不得把我的手机抢了。耗子，快点来吃！怎么了？啊！拜拜！拜拜！他要自己吃，你看要拜拜。啊，自己吃，明干，明干。现在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来了，我们喂他都不吃。那你把汤喝点了。他非要自己吃，要拿好一点哦。那你把汤喝点再吃饭。小心鱼刺哦。操个你给他。嗯。因为我好奇，他们吃鱼的时候特别小心，都能把鱼刺挑出来。哎呀，灵感，嗯，好。那我就这个鱼，那刚刚干的油不香干的。妈妈，我开始。啊，你快点。吃了。累了，我打蛋了。嗯，月月真棒。妈妈，哎，开始了。这是几亿的鱼吗？漂亮了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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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慢点喝啊，那你吃点饭了，吃点饭啊，你吃饭，吃饭啊，豆腐吃了，豆腐可以吃的，他不吃豆腐。喝酒醉好了，嗯，不过我不怎么喝酒，有嚼劲。这里面还装了不？嗯，这个腊肠在的话，我可以多吃一碗。这个猪大肠好好吃啊，是吧？我说了，我都吃了一碗饭。那这两天不是感冒吗？我都吃不下饭，你看我又装一点。下饭菜，如果有酒的话就更好了。哈。原来想喝酒啊？有啊，老妈不是酿了米酒吗？我反正喝酒的话，人多的话就喝两口，没什么人我就不喝。等老妈和弟弟回来就可以了。嗯。这床是什么？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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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
好啊。